在溧阳市场上买了俩牛。来，是不是刚才那个？那个不走，就这个不走，就这个价。哎，那你俩，这俩牛搁这拔河呢。你看，这买牛的老板，这不是这个是不舍得打这牛，这牛就犟，他就不走。对，要不然就在四腿捆上，然后给他。走，你看看，这俩小公牛。挨揍了呗，不过这卖一个牛，这四嫂得瘦好几斤得。来，上去了。哎，干脆不走了，耍无赖是不是？这比羊可个大啊！走。哎呀！285，两个285，这牛，袁姐多少钱过秤的呀？13.5，公牛，285两个，285乘以二乘以13.5，7695，7700吧，嗯，7600，3800块钱。